老师，李小天让我给他请个假，他怎么了？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病了，不能来上课。你告诉他好好休息，别着急，病好再来上课。听说这两天你生病了，去医院看病了吗？去了，医生给我开一些药，现在好点了吗？比前两天好多了，我想过几天就没事了。你得了什么病？拉肚子，你是不是吃不新鲜的东西？没有，可能我这外国肚子还不习惯中国饭菜。你们刚来中国，不习惯这的生活，所以比中国人容易生病。我特别不习惯这儿的天气，空气太干燥，嗓子每天很难受。北京温差很大，不注意很容易感冒。你们早晚出门的时候，得加一点衣服，一定要多喝水。